中奖了，违规停车。喂 ，Hello，Hello。Shit， 是流氓 ！Shit， 冷静点，我可以的。先生，你知道你停在什么线上吗？妈的，是警察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才刚出狱啊！红线呢？哎呦，早知道就不要过来了，干嘛逞英雄呢？违规停车6条9项，最高可以处1200的罚款哦。啊！这警察好凶啊！所以呢？我的气转药呢？啊！他是不是要拿枪？我又帅又年轻，还不想死啊！你赶快把车移走吧！啊！真的要开罚单啊！我血啊！再见了，美好的世界。啊！我怎么尿裤子了？开就开啊，谁怕谁啊？还有来人啊，救命啊，警察！哎，不对，我就是警察。我今天心情不错啦，再给你3分钟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好好留在学校读书的。我就是不动啊，怎样？什么？有人违规停 U bike？ 好，我马上去支援。小混混，今天算你运气好。死条子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好险啊！好险啊！维大利，意大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什么东西？我是 Qubi。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。喜欢的话，请在我们影片下面点个赞，然后记得订阅我们频道。谢谢，拜拜。